非贪生怕死之徒，斩吧！在此处取下敌将商辽的首级。 所谓何事？在下潜心习武，与辟邪共赴战场，终于在吕将军处寻得答案。习武非为伤人性命，而为守护自身信念。真正的武将，乃为守护信念而战之人。吕将军之坚强信念。 收起武器，阁下竟愿出手相助，看来此人杀之可惜。敌将张辽，你可愿弃暗投明，效力朝廷？ 张辽败军之将，听凭明公处置。吕布正固守下邳，尔等也随我军同行吧。等等，兄长他。事关承诺，请恕在下无法相告。